哎，好了好了，聊完了几个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呢，是时候进入我们的游戏环节。快问快答，友情大考验。游戏规则很简单，一哥和加速哥两人互相抢答，一共15道题，每题1分，测试彼此的了解程度。各位粉丝们也可以踊跃参与，我们会随机抽取送出精美小礼品。了解程度，第一题，请问对方最讨厌的3件事是什么？3件事，不干净、发型乱、穿同款。回答正确，一哥加1分。家树最讨厌发型乱，阿姨最讨厌私生饭吧？我之前看他采访说，他们当然是最讨厌对方啊。前面抖机灵的适可而止。好，我们进入我们的第二道题。第二道题呢，跟我们今天的主题也有关系。请问，对方喜欢的任意一本书是什么？家树没说过自己喜欢看书啊。三国、水浒、红楼梦、哈利波特。一哥回答正确，变。家叔是不是只知道4大名著啊？哈利波特，试问谁能不爱？所以江一到底喜欢什么书啊？回答完全正确，一哥再加1分。最后一个问题呢，我们决定从留言里面随机抽选，大家踊跃刷起来，我们先休息片刻。